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感觉怎么样？看到这一个舞蹈的艺术，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像是说这个和我们这个IGF 是三仍然是同样的主题，我们是大家有这个进入，有得到这个使用，有我们的这个创新和自由。大家想想，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大会成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在 Kyrgyzstan 上面他们成立的这种舞蹈的这种表演。那么现在这个街舞的这个表演，事实上呢，已经是深入人心，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恰好就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精神下，我热情的欢迎我们尊重的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默克尔总理，我们尊敬的各位大使们，尊敬的各个国家的各个机构的代表啊，我在此热情的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2019年互联网治理大会的开幕式。那么在30年前，柏林墙倒塌了，现在已经是3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已经到了2400名的这种参与者来参加我们今天大会，但是这个会场之外，全世界还有很多的人来参与我们这个大会的开幕。那么是5大洲的人都是在网络上追踪我们的大会的进行，所以说我们想号召使大家的生命中的这种能力，大家的生命中的热情，真的是把我们真投入到我们今天的治理大会中去。那么今天，我们是主题在于互联网治理这一个主题上，我们希望能够在全球大家都能得到互联网的使用，我们希望能够共同应对互联网的创新，所带来的我们的挑战。那么就是我们如何为未来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互联网我们所向往的这样一个未来的这种愿景，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共同的愿景。是啊，大家看到这个短片，真的是，这是我们的真正的这种想法。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分享这么一个远景，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这些未来来讲，我们不同的背景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我真是在这个非常感谢联合国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框架，使大家都能够在此聚到一起。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的，首先邀请联合秘书长 Lutenis 来进行开幕致辞。尊敬的总理女士，
尊敬的各位嘉宾们、各位贵宾们、尊敬的朋友们、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荣幸的，能够站在大家面前，能够今天和默克尔总理共同来进行此次大会的开幕。我今天是非常有一个特权一样的，跟大家能够共同来走这么一个共同的背景，因为就是默克尔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物理学家出身，我自己是工程师出家，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自然科学的这么一个背景，但是我们自己呢走的这个路，职场的生涯反而都共同走到了政治家这一块。我们作为一种为社会为公众服务的政治家来讲，我们必须要参与到这么一个议题上来。那么我们对于未来来讲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真正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承担起我们对互联网治理的责任，承担起对互联网技术的责任。那么就是说互联网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迅速的这么一种改变，技术本身，如果是说比较起来，就是说，在这个15世纪的我们这个印刷术的这种发展带来的巨变，就像今天互联网的这种可以做一个相互比拟的这么一个巨变，这种两种巨变的真是翻天覆地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印刷术发明之后，使得这个全球的这种人口能够有机会学习阅读，能够看，能够去读书。那么，互联网事实上呢，它只是我们进行了25年的连连，就走到了今天的历程。那么，整个历完互联网的技术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变化，我们有这么一个感觉，好像它已经超过了我们，把我们就是说落在后面了，我们都是跟着跑了，那么事实上有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呢，有的时候呢觉得它变得更公平，但有的觉得喊的好像反而不公平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是我们更安全，或者说有些人觉得是更不安全了。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要取决于我们如何能够成功的创建一个超越了这个政治领域的边界的这么一个共同的合作。我们一定要共同的应对这个技术所带来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把技术的这种好处用上，把它带来的危机或者危险能够排除或者去真正的去解决，但直到迄今为止，我们事实上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还有很缺少很多真正的这种专业知识。在我们这个政治的这个层面上，真的是去来指导这些工作。那么创新本身已经超出了我们政治的步伐，已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那么在私人经济上，很多的方面，就是说，只是试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况呢，事实上都是这样的。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咨询的这种机构，那么就是在法律法规的这种方面做一些尝试或者做一个框架，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真正明确能够承担后果的这么一个框架。那么做政治家来讲，我们好像就是被这整个的这种局面中好像被推到了边缘上。我们在很多的地区呢，已经是没有这样一个真正的一个治理的状态。那么从欧洲的状况来讲，到迄今为止我们实现的工作，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具体的意义，但仍然即便是在欧洲，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位。我们共同的这种愿景，一个真正的一个公开放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安全的这么一个互联网，这一个愿景还是我们要共同去实现的。我们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但是大家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是真正生活在一个网上面，一个互联网上。这件事事实上可以说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想想30年前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但是我今天是非常的觉得沮丧。看到目前的状况，全世界还有很多的真正的这种墙被建立起来，隔离人民，隔离种族。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真正的一种虚拟的在因特网上面的墙就更是多了，使得我们这些人的联络切断。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共同共享一个未来的愿景，才能一个世界一个愿景，才能使我们共同的创造一个网，一个共同生活在其中的互联网。今天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可以是及时使用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自由的一个网络，事实上并没有得到保证，有很多的这种危险，其中也有很多的沟壑，很多的这种间隔，说到我们这个数字化的这种间隔和隔阂，要知道，在全球上有50%以上的人还没有上网的机会，那么这点是我们挑起警钟的，就是说大部分还是说这发展中国家，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上网，但是网络会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性别的这种差异，性别的沟壑，那么是在女性中，在拉美国家只有20%的女性，在非洲的南亚的地区的，他们只有20%女性拥有一个手机，那么有这个1700万的人，他是仍然事实上在其中找不到这种上网的可能。是女性，在整个的关于技术方面的，关于这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这种整个的发展领域里面是占有极少的这种位置。那么所有的这个 startup 上，大部分还是由男性来寻找融资来建立起来的。那么，如果是我们这个说到2030年的使全部人类都能够上网的话，那么我们的目标不光是一个共同的发展，还是要需要在这个互联网的使用上实现一个男女平等。我们要特别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年轻的女性，事实上已经很多的这种项目在推进这样的工作。哎，同时也有很多的有一个叫做 GIGA 项目啊，这个是从这个 UNICEF 来举行的，还有这个我们的电讯大学，使得这个全球2030年真的是能够大家都能够上网。这个数字的这个鸿沟，由于我们的这个知识上的这种缺陷，知识上的分布不均，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难。那么，尊敬的贵宾们，数字化的这个鸿沟，事实上也意味这个社会的鸿沟。很多的这些我们网络上的知识，网络上传递的信息但是我的疑问是说，这个网络是不是真的把我们联系到一起了？这事实上，网络的确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力量，但同时，网络它也是一个可能被滥用的这么一个机构。所有的这种计算的方式方法，它是由整个这个如果我们把它用在社交的平台上，有的时候它会加强我们的这种偏见，我们这种宣传，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健康的意识。那么，如果是网络如何来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恰好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有所规范的一个网络来进行的。说到人工智能，我们是当然是肯定也可以应用他们，有些国家应用他们来控制这个网络，控制人的思想，而且呢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它，影响我们的这些投票选举的情况，影响这个所有的这些产品的广告，这些都是可能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面识别的这个技术啊，这个人的这种对于这个人的特征的识别，或者说是人的位置的确定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保证人权？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真正保证人权的这种情况呢？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全球，在一个网络世界里能够得到真正的保障？我们是对我们来说，自然而然的这种数字化的发展，必须要和人权的保证是同步进行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一看这个所有的这些过去20年的这种百万富翁的这种越来越多的状况，也恰好告诉了我们，那么整个的这种全球事实上贫富的悬殊是越来越大了。一方面是极度的贫困，另外一方面是这种极度的富有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这一种崭新的新一代的这种贫富之间的冲突。那么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鸿沟也会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研讨会也提出这样的建议，网络要必须得到一种安全的保障。
这个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我想第三点谈到的就是说，也是我们的政治上的鸿沟，这些最重要的一点。的确是有这样的危险啊。我们在整个的这种社会政治体制的这个真正的一个鸿沟的产生，那么我们知道使用这 5G 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知道在这种真正的一个网络上的建立了各种这样那样的这种墙啊、使得我们的还有不同的这种网络的攻击、网络的战争，目前现在，而不是说未来，目前现在已经就在网络上产生了很多国家级别的这么一种正式的冲突了。我们需要真正的相互的信任、相互合作、相互共同的工作。那么整个的这种紧张的情面，网络的攻击的紧张的局面，对我们来说要敲起警钟啊、它所带来的危险是很大的。它很多人利用他们的真正的形成一种对我们的危险，而是对国家本身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共同携手来解决填充到这些鸿沟的话啊、那我们将来就要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就会在人的记忆里告诉他们我们是一个面对互联网没有做到我们足够的努力的这么一代了。那么互联网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合法的这么一个真正的一个定位，我们所各种机构必须要对它有所应对。我希望我们这个IGF 组织也是在此必须做出努力。 IGM 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平台，使得所全球的各个政府共同在此营作，其中包括了我们的这种公民社会，包括各种的其他的私有机构，我们在此应对技术方面、互联网政治层面的各种的问题，我们在此可以实现一种真正的一种探讨原则的探讨，实现一个真正的共识，把它带回自己的家里的工作出去。同时我也真正的建议我们这个高层的这种讨论会、研讨会，把这所作为一个数字下的一个安全要变成我们的一种责任，它是一种政治上的责任，我们必须承担起来，所有的全球的政治家都必须承担这一个责任。而且我们必须要承认在网络中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标准，一个真正的规范。比如像我们像这种 crisis 这种状况的这种情况能够真正的不再出现。那么就是说在九月的时候，我们要庆祝联合国的这种大的庆典，那么作为我们将会任命一个技术的委员、技术的一个执行官，来共同探讨我们全球的未来的互联网的这种愿景，使得我们这个全球在互联网的时代能够消除鸿沟，走到一起。那么所有的想法都是我们今生建立未来的这种基石，我们应该很骄傲地说，我们未来是能够根据我们的基石，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世界、一个网络、一个愿景。所以说我是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好，非常感谢阁下。下边我欢迎我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博士阁下上台发言。我现在还是继续用德语发言。我还是估计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设备和设施就能够怎么做。尊敬的古特勒斯秘书长，尊敬的就是敬爱的安托尼奥，尊敬的就是诸位部长阁下，全世界
各地议员、女士们、先生们热烈欢迎大家到柏林来。我和就是我们人邦就是联邦政府全体人员的名义，我们热烈的高兴，热烈的欢迎大家就是到这里来，就是在这可以探讨互联网的未来。我就对此特别的表示感谢和致意。像刚才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已经说过，他原来是电气工程师，我原来是物理学者，后来呢就是我们就是稍微绕路了，就是这还是有点对头的。可是就是对于我们的就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发展来说，有的政治家他可能还稍微懂一点是技术的，也可能就是安东尼奥就是留下来的这个技术知识还比较丰富，我反而比较浅薄。就是这样的话，对我们如何理解世界肯定是能够做出贡献。联合国的互联网治理论坛已经是第十四届进行的，可是是第一次在德国的。我们这次作为本论坛的东道主，而且就是我们不仅是这个州，我们就是想在这做出贡献，一边促进互联网有关的这些价值观和法规和规则的全球性的交流。我们如何未来向将来利用和就是创造和利用互联网的这个讨论，应该是一个共同的讨论。共同意味着政治界与民间社会、经济与科技，共同也意味着就是世界就是所有的国家。那么这就是多边主义的精神，这也是联合国的这个基础，而且就是对于我们在这就是应该看技术的最新发展，也应该也是认识到这件事情。因此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多么的宝贵，因为在这就是我们有互联网治理的全世界各界代表在这进行经验，借鉴经验，交流思想。我们说的是一个世界一个网，一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电网，一网一个统一的演讲，这个就已经说好，就是这种主题已经说到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如何对互联网的未来创造什么了解，我们是按照哪些什么价值观，哪些什么原则，哪些什么法规，我们是从常规的世界就是传入到数字化的世界，我们依靠哪些什么方法。特别是就是互联网的一个就是互联网的胜利，它是有一个价值，那么就是自由。我们大家知道自由并不是就是随便有的，我们随时要重新获得，重新保卫。而且就是我们一直要继续弄清楚一件事，就是第一，就是自由是在哪儿和如何取得保护的，自由的含义到底是具体的是什么呢？而且就是自由的限制是在哪儿，所以允许什么呢，就是不允许什么呢？特别是就是在侵犯别人的，比如说儿童的侵犯，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必须就是考虑到，就是一旦侵犯就是个人的这种权益，那么我们的就是自由就碰到限制。我们刚刚就是已经看到，就是这个刚刚这个小视频也显示出来，德国对德国意味就是自由意味着什么？就是在30年前的，就是1989年的10月份的时候，就是柏林墙崩溃了，可以说就是对峙民主共和国，还有我们的接壤国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波罗的地海的三个国家，那么就是民众的就是这种对自由的渴望也再也破不了了。这个呢，对于就是德国的分裂，对德国、对欧洲意味着一点什么呢？你在柏林就可以充分的感到，就过去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这么一个那个边防站，它离这不远。而且就是我们在这里的那个宾馆呢，就是这个会议中心的大门口里边，还有就是以前柏林墙的几个模块，就是它的分量是非就是几吨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就是在我们原来是属于东德的，离这不远几百米。我是那个就是这个科技工作就是在东柏林进行的，离这不远，但是是在东柏林的。那么
就柏林墙和铁链池，就是30年前就是被拆了，而且就是民众对于自由和主权的这个渴望就胜利了，而且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大洲就统一了，我们能够自由旅行，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职业自由等等，都是获得了就是全面的保护。 为了能够就是追进就是全面的就共同的进展和进步，这也可以说也是互联网发明家50年前和万维网30年前的这个发明者的一个愿望。 他们也到来了，而且就是互联网从开头，它是没有一种国，就是国界的概念，它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利用，而且能够连接起来人类所有的人。现在世界上已经只有就是41亿人利用互联网的，而且刚刚就是我们的秘书长。 他也刚刚指出，就是这个甚至比印刷技术分布的更快，而且就是到2030年，就是再过10年之后，我们大约会有70亿个人，能够接近就是上互联网的，可以说就是我们都是受益者，就是我们都是全球连接型的去。 受益者，那么因此呢，就是各地各文化层的，就是人都可以接触，就是无论是什么障碍，比如说是政治界、宗教或者社会身份的障碍，就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就可以见面。说实话，互联网已经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而且就是越来少的人就想想，我们是就是无论是通讯沟通、工作、劳动、购物，如何就是用过去的方式，这个已经是几乎想象不了。可是我们是通宵24小时利用互联网，我们也是认为互联网的确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网络，就是在这个网络当中，地理距离没有多少作用，而且就是数据和信息的流动连接起来，城市、国家和大陆。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种地理距离，它还是就是有一些那些海底电缆来克服的，就还发挥一些作用。因为就是比如说，就是北美和南美之间的这些就是大量的这个数据都是在 Fortaleza 的这个上岸点被交流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这个数据交流往往是依靠瑞士运河的一些电缆。 而且新加坡就是完全是由亚太地区的这个集群的那个电缆，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例子，那么是这个互联网的枢纽点，就是在这就是各个就是供应商就是结成就是全球的网络，全世界最大的三个这个枢纽是在欧洲，在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而且连英国要离开欧盟的时候，那么就是他们还会继续连接我们的互联网，这种共同的互联网。 网的基础设施已经变成为我们全球经济的一个核心部位，它对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创新有全球性的核心，就是核心意义。数以十亿人的，数以十亿计的人，可以经过互联网交流自己的经验、借鉴经验，可以就是也可以进行以民主方式的，就是可以进行讨论，可以形成政治意识。 好的方面也好，不好的方面也是好，这个是刚刚我们的秘书长也已经说过，就是有的人他只保留就是留下在自己的这种小泡沫里边，他根本不再进行和其他人之间的交流，这也是我们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挑战。可是我们还有一些原因，我们还有一些原因，为什么对某些人这个自由开放性的是一个，而且这种分散式的。 这种结构对某些人来说，对某些单位来说，是一种就是很容易不接受的东西，因为呢，就是非民主主义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就干预互联网的自由，他们是。
想就是推广自己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想隔离自己的国家的互联网，而且就是有些私营企业对自己的就是被封闭的基础设施也是做投入，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担心，就是有一些全球性的跨国企业建设一些就是和我们就是世界的就是并行的时间，服从自己的法规，而且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专题，而且就是我们这个论坛，它可以正好对这件事情是做出工作，因为呢，就是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方面就是要说我们要保持好和保卫好我们的数字的主权，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被隔离的，我们是向多边的方式就动作。那么当然就是数字主权是极为重要的，可是我担心我们现在虽然说表达方式是一样，但是意义不一样。据我的理解来说，数字主权并不是代表什么保护主义，或者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关所允许就是可以传达哪些什么信息，那么等于就是检查，而且就是反而描写作为个人也好，作为社会也好，就能够有主权的参与和创造数字转型。那么就是数字化转型或者数字化世界也意味着呢，就是任何技术创新是服务给人类的，并不是人服务给技术的。我们在德国我们德国的就是社会就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体系使我们国家取得成功，所以我们都已经深刻的意识得到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发展，它完全是有一定的就是这种控制概念，所以就是无论是技术革命也好，也就是工业革命也好，或者现在互联网时代也还是这样，所以我们绝对别放弃主权。因此呢，就是我们如何表达这个主权呢，就是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开放的安全的可信得到的全球性的互联网呢，就是我们如何保卫这件事情，那么就可以说到一件事情一清二楚的，隔离就不是主权，而且我们还是持有共同的对价值观的共识。因为呢，就是假如这样不做的话，那么就是隔离的话，和就是我们会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越来越粉碎的互联网，可是它的后果很可能不是很好的，因为就是这历史经验已经说明这件事。因为这样的话，一个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它就失去稳定性，就是也可能就是就比较就是对袭击就比较容易被袭击，需要更多的监视国家的这些就是监视和检查，而且也可能就是任意的就是局部的就是关掉就互联网和通讯网的关掉，也会影响民众的这个沟通。所以说就是互联网的连接性是我们互联网的是一个自由的放开的公开的就是互联网的一个基础，那么这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手段，而且很多人都已经体会到了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就是这种袭击就可以影响到人能够得到信息和沟通的基本的合法权利，这样的话可以说否定了我们的最早的就是创业和创新互联网的这种思想的否定。因此呢，就是我们必须有就是持好一个就是把握好一个共同的事业，我们必须就互联网的就是治理架构做出思维和研究，而且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就是对单独的国家做出工作，像就是或者是就是隔离与自由的互联网，或者就是完全是像垄断性的控制，就是互联网呢，这个是就是这样说。因为呢，就是我们需要很多很多人，就我们也需要很多很多单元，就是能够保持和保障一个跨越国界的
分散式的互联网，就是我们说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应该是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办事。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就是真正的认识到互联网的这个自由互联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因此呢，就是我特别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就在这公布，就是特别就是命名一个特使，我是对这件事情表示非常的欢迎。我们在2007年。就是2017年的时候，德国是这个20国峰会的这个主办国的时候，我们成立了一个数字化工作小组。那么就是，当然我们知道20国峰会的国家并不是代表世界的全部，但是至少在这个范围之内已经能够取得共识的话，已经是非常的好一件事情。因此我非常高兴，我们在20国范围之内我们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承诺。一个是就是互联网的国际连接性、全球连接性和国际的法规和标准。为什么是做的这件事情成功？因为我们也是充分的考虑到民间社会和经济界，因为呢，就是作为国家，光是国家的话，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就是我一直主张，我们在20国峰会的工作当中，我们一直要考虑到和连接到民众社会、民间社会和经济界。而且就是刚刚秘书长已经提出了，妇女不可能离开我们的这种新的政治概念。所以呢，就是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就互联网不可能仅仅由国家和政府的，就是来负责，就是形成，因为就是基本的问题涉及到我们所有的人。因此呢，就是我们需要全面的对话，我们需要一个多边的利益相关者的这种概念。因此呢，就是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特别的感谢，你们在这就可以共同讨论就是自己的就是一些见，当然是一种新型的方式，因为常规的就是典型的就是常规的这些多边主义的机制基本上全都是政府之间的机制，这个现在已经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就是需要主张一种比较全面的这种概念。我们真正要全球性的利用互联网，我们必须持有全球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就是有的人还没有接触到互联网，所以呢，就是这种平等的参与，对于数字化的平等参与就必须加强。而且呢，就是我们将来就是在将几天在这种数字化的包容还进行讨论。而且我非常高兴，前几天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是就是做了一个会议，而且我们听到就是非洲已经正在准备有一个数字化市场。非洲是有一个不仅是自由贸易，而且就是这个非洲联盟当中不仅是说自由贸易，而且也是特别还说认识到就是这种数字化概念的这个概念。好，亲爱的 Antonio Guterres， 您在这就是和世界就是各地专家，就是政治界、经济界、科技界和民间社会的专家们，就是共同编写了一份报告。由于就是有了您的这些各方面的建议，那么就是有关互联网的这个创新就取得新的一个速度和力量。我们说到互联网治理，就是说到就是价值观，我们如何对人权、民主、以法治国的概念，我们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可以保护这些事，我们如何可以在互联网和就是加强平等的参与和安全和信任。当然在这我们是要走新的道路，因为呢，就是往往就是我们能够在国际的就是范围之内，我们有那什么协议，我们就国家一级的就是需要立法，可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我们是需要我们需要公民的参与，我们需要经济界的支持，光立法那么是得不到这些事，所以这个挑战是很大的。因为呢，就是数字化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说，它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呢，并不可能说就是在线的东西你能够这么做，技术允许你这么做，从道德观来说是表克可以欢迎的。我们以前也已经有过这种经验，而且特别是比如说对人工智能来说，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呢，就是我们不一定不应该不仅仅研究我们希望有的，对这些希望不要的现象，我们一样也必须认真的讨论。而且就是这种新型的，就是技术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什么机会呢？这个很可能就是在社会当中，有的人他还是并不欢迎对这种讨论，因为我们并不是想限制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只要在说技术为人而用的。而且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概念也是需要我们的团结。那么就是政府，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都必须同等的参与这种讨论和探讨的过程。假如比如说，就是我们很老实的对待这些事，我们比如说看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共识。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和版权，我们在欧盟的范围之内，我们一直没有取得共识，可以说就是这个争论一直没有克服。所以就是我们应该必须组织新的参与措施和方法，以便就是跟每个人的投票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意味着我们真正需要真正的合作和协调，那么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就是要加强我们的这个对话能力。所以一旦呢，就是流走小范围之内，就是有自己的意见都是一样的意见，那么这样的话是解决不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呢，就是在柏林的互联网治理论坛探讨一些新的道路，而且就是以我们的经济部部长佩特·艾特梅先生的倡议，就是全世界的就是议员们到这就是也是纷纷到柏林来，这也是一件非常表示欢迎的事。而且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德意志联邦政府来说，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国家的一个大业务大一个事业，而且是欧洲的一个大事业。因为呢，就是欧洲在这对一种全球性的，就是这种全球性的远景，可以做出宝贵的贡献。而且换一句话，就是这个互联网的治理，它完全是依靠我们的全球的这种治理。我们应该是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就是我们要重新创造全球的政治。我们认为联合国和互联治理论坛在这发挥关键的作用，能够确保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和分布式的互联网。好，女士们、先生们，我祝你们这一次论坛召开的圆满成功，而且就是希望大家也借鉴就是30年前的柏林，就是统一的这个就是这种新时代的开始，你们就可以借鉴这个经验。而且我们在以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我们自己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想到德国将会统一。可是就是有的人就是大胆的拿出勇气，而且就是还有可以说就是我们就是非常顺风的环境，那么我们就知道也可能就是单独的人拿出一点勇气，大胆的就是走一个好像人家以为是走不了的一条路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会得到新的结果。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就非常活跃的进行讨论，祝你们一个礼拜的开会的圆满成功。而且假如比如说你们还在一块喝一杯啤酒或者就是喝一杯葡萄酒，那么就是你们就不仅仅是可以欣赏数字化世界，也可以世界传统的世界。祝大家愉快，谢谢大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有你来上台，我们就想合影一下，与秘书长一起合影，有一个很美丽的背景，可能有联合国的那个蓝天。好，我们现在邀请摄影师到前面来。现在有机会拍照，谢谢大家。
Let us take a minute now, please, to remember someone who can unfortunately not be with us anymore. And may I ask the Under Secretary General Yu Zhenmin to take the floor and share his thoughts and memor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colleagues, 各位女士们、先生、各位领导。 我想花几分钟你的时间，要把我们的宝贵的时间赠给这位先生，他叫 Tariq Kamal。我们，他是互联网的创办人之一。 也是对全球的互联网治理做出宝贵的贡献。他原来是 IGO Engagement 的主席的顾问，也是埃及的电信部的部长，从2004到2011年。 正好10年前，在11月份，他就是主动的参与主办这个第四 IGF 的论坛。他也是在比较早的那个。 网联会峰社会的谈判过程中，就是一直是推动多方利相关者的这个方式，他也是一直是支持 IGF 和联合国和 DESA 一直是保持很友好的合作关系，我们一定会很想念他。 现在我要请 Icon 的 CEO 格伦马比跟对我们说几句话，谢谢。感到很荣幸，今天我们都要纪念一个朋友，他来看嘛是一个很出色的。 互联网的推动者和创办者，也就是在埃及最近那个大会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他是我很喜欢的联通和联叠，一直是支持这方面的这个合作。他保持很清楚的原定，他喜欢一个。 安全、自由和属于大家所有的人的一个网络，他是一直是推动和支持赞同这个多方利相关者的方式，和他也是一直是推动埃及与互联网的连接和。 他也是在非洲大陆和在ICAN和在联合国，就一直是跟人家联系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谢谢各位。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还有另一个昨天去世的人 ，Jimmy Schultz。 他就是一直是赞同艾尔玛尔经济部长，我们的总理刚提到的这个倡议，一直是赞同这个，所以我现在要请汉森多茨，他是那个数字倡议的主席，与我们一起共享他对这人的。
想念和纪念。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这次举办 IGF 也是一个信号，就是代表德国是如何重视、如此重视互联网的合作精神。我们现在就是要纪念一个，特别是赞同和推动在这方面的主办的是，就是吉米·舒尔茨先生。他一直是为了我们的 IGF 的奋斗，所以很多德国政治家，也是全世界的负责人都没他理解的清楚。吉米·舒尔茨是好几年已经积极的参与我们的 IGF 论坛。我知道他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应该能参与今年的那个 IGF。 很可惜他昨天早上就是一个通过很严重的病例以后他就去世了。他一直是我们的互联技术互联合作的一个友好推动者，他一直是赞同把 IGF 的那些看法和建议也加入德国议会的。他也一直是很高兴从2017年就能作为我们的联邦政府数字经济的委员会的主席。他主要是可以跨所有的政党的那个经济，可以一直是说服大家和激发大家的热情，推动那种网络合作。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就是一直是被很多方面都威胁的，吉米·舒尔茨他一直是推动这个对网络的那个支持和什么，所以他也是奋斗为了一个为人服务的一种网络的文化。我们一定会很想他，会很纪念他，所以我们就是想他的妻子和他三个孩子。谢谢各位，所以我现在要就是保持静。